双面过酒鸡。安装，首先将设备16安插头插在相匹配插座上，调试，打开电源，打开控制电源，设定温度，电机控制温度设定在140度，焦香温度控制设定在170度，这时电机转速调速器开关向下关，因为胶还没有融化不能打开调速器开关。掀开上盖，放入热熔胶，等待胶融化，确定，打开侧盖，调整两轴间隙，如果是过1.0 PVC， 把两轴间隙调整在0.9毫米左右，不能大于1毫米。打开另一侧侧盖，调整另一端铁轴间隙，同样也是把铁轴间隙调整在0.9毫米左右。调整压力，如果是过 PVC， 压力可以减小一些；如果是过灰卡纸和黑卡纸，把压力调整大一些。确定胶已融化，打开调速器开关，调整刮胶板，顺时针方向旋转黑色旋钮，让刮胶钢片紧靠在铁轴上，不要紧得过紧，调整另一侧刮胶板，顺时针方向旋转黑色旋钮，让刮胶钢片靠在铁轴上，不要过紧。制作流程 ：PVC 第一次过两张，因为是封底一张，封面一张。把压好痕的照片粘在 PVC 上， PVC 过 PVC 时竖线向下，放在过胶机中间过胶，这样 PVC 双面会带胶与相纸连接。放压好痕的相片，PVC 过胶，放相片，放
PVC， 放 PVC 时按下间隙板，放相片时抬起间隙板，落下压板，放 PVC 时压下间隙板，放照片时抬起间隙板，落下压板，放 PVC 时压下间隙板，放相片时抬起间隙板，落下压板，放最后一张 PVC 单面带胶，不用按动间隙板，放下压板，相册制作完毕。关机，首先将调试器开关关掉，关掉控制电源，关掉总电源。